以童星团体大小姐受到关注的吴兆贤，今年已经22岁，混血脸蛋加上苗条身材，让她至今仍有最美童星的封号。没想到6日却有周刊接获爆料，指她在有男友的情况下还使用交友平台，甚至还在栏位中写下每个月要50000元以上的约会条件。对此，吴兆贤气愤表示：“我是不知道谁在搞这种无聊的小把戏，但我本人没在玩任何的交友软体，要玩也不放自己的照片，很可怜诶。”表达照片是遭人恶意盗用。历经日前的风波，吴兆贤7日依旧敬业上工，身穿一件低胸白纱礼服，手还捧着一束鲜红色玫瑰，展现火辣身材。而他还在照片上写下谢谢大家祝福，十分沉浸在工作状态中，心情也没有受到此次事件影响。